来，首先我们先将每一组发给六支试管，这六支都已经是灭过菌的，把它标上负一、负二、负三、负四、负五、负六。好，接下来示范将每一支管子加上九毫升的食盐水，啊，各组会发给一个这一个，好，这都已经灭过菌了。那这次我们用好一点的德国进口的安全吸球，玻璃排配的呢，我们一开始先用十毫升的，那十毫升吸九毫升之后把它放下去，那这次比较好，它的最后一滴是靠这个地方。好，各位看到这个，如果没有拆封的话，它本身 sterile 是无菌的。是 sterile 是无菌的，好，所以我们直接使用这个。一样插上去。好。抱歉，这样子是十 cc， 应该放掉一点。哎，再走，这样是九 cc。一样，还最后一滴的时候，就像上次跟大家介绍的，让它的斜靠着管壁按下去，最后一滴。好，盖上盖子。取九 cc， 但气不够了，你就在上面捏掉。好，刚好释放出去。这样就完成了九毫升生理食盐水的制备。